一大盘这个蟹黄面，给它拌一下。哇，真的好香啊！这个蟹黄面真的太赞了。这一口很贵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这个是蟹黄汤包，要先喝里面的汤。这个真的好鲜啊，一点都不腥，而且我都没有放那个蟹醋，直接吃都是可以的。蟹黄汤包真的太新鲜了，这个是芝士焗蟹堡。这个面我真的太不舍得吃了，它每一个面条上面都已经挂满了这个蟹黄的那个酱汁。慢慢的这个蟹肉，
这边有一大块蟹黄肉，包子吃下去一下子就饱了。那我今天就先拍到这啦，拜拜。